各位小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 阿金啊，今天又回到我们的洛都警探，没有错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3333个喜欢。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，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那之后每一集的这个警察模组，我会新增一些新的任务或者是新的模组，像这一次就有新增一些新的任务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会接到哪一些任务。我们上车等任务好了，因为这样才可以在第一时刻把任务给接起来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间警局是哪里啊？感觉很像在后仓库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把车子给开出去，这一间警察局小小的，但是，哎呦，有一个追捕行动，哎，这个感觉跟旧任务差不多哦。进行追捕，冲了！这种开车的事情交给我就对了。全速前进。等一下，接过。我觉得还是不要鸣笛啊，鸣笛有时候那个路人停到一半，超难追捕的，有没有？他就在我前面而已。哎，哦，对面红色那一台，不要这时候给我转视角啊！你这时候给我转视角难开啊！他刚有左右转吗？完了！他现在跑去哪里啦？他左右转我就找不到人了。我看到红色的车了，在前面，就是你哦！刚才差点撞到民众，差点变成三宝警探啊！还敢跑啊？直接叫他停车，用子弹叫他停车。哇，他不是很想要停呢，我直接冲撞他好了，不然边瞄准边开有点不是这么好开。来，你给我停车！哦吼吼吼！哇塞，还在跑，他没有要停的意思哎，逃窜！他明明就，哎，我嘞，等一下。他明明就在我眼前，就这样消失了，这样子算逃窜？这个任务判定有点太夸张了，傻眼。好吧，既然系统这样认定，等一下，那为什么那边有一个红点？我们过去看一下，什么情况？等，这边发生什么事情？来，逮捕！来，你给我把枪放下来！哇塞，你想干嘛？哇，直接想要抢劫民众啊！直接把你抓起来啊！身上还有枪呢，直接没收枪支啊！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其他违禁品，进行搜身。看来洛圣都的治安就交给我麦克警探。怎么还有大麻？这个人太夸张了啦！还有辣椒喷雾是怎样？帮他进行一下这个药物的测试啊！他有没有在吸毒啊？这个应该是有在吸毒哦。哎，没有。不管，我们先把他抓回警局啦。毕竟他是这个现行犯嘛，直接带回去了。走。这个洛圣都就是有你这种公民，才会造成我们这个治安这么坏，一天到晚都有人在偷车，对不对？把你关入后座。观众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个一直在偷车的人都自称他是一个洛圣都良好公民啊，都是由他带坏的啊。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？来，我们导航至附近的监狱。来，走了。最近的警察局哦，就是赌场旁边那一间嘛。来了，到了，这边进去，不要紧张。亲自押送嫌犯，来跟我走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啊，我是一个这个奉公守法的好警察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。然后这边没有监视器，
来来来，你站好，你站好，我会对你怎么样的啦？还敢抢劫啊？你还敢抢劫？你还抢劫？让你舒服一下，垫个三下。我们这个洛森都刑法，抢劫的人必须要受一下这个电刑啊。好啦好啦，这样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啦 ，OK 的。好啦。Attention all units, a suspect resisting arrest in Burton. 逮捕许可，地点有一个通缉犯呢、欸。哦呦，这个是新任务哦。因为它导航的路径的颜色是比较黄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新的任务，不是原本警察模组里面的任务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逮捕任务是怎么样，不太了解，该不会是要进某一栋建筑物里面吧？因为它标示的点感觉蛮像的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哇塞，哇塞，直接把它击毙了。哇嘞！我一枪直接爆头，哇塞，我太准了、啊！我刚才应该先射他大腿的、啊，他就这样子 GG 了。来，我搜查一下尸体啊，这个是通缉犯、欸，没办法，我用枪使用原则也是有符合的、啊。他先开枪射我的、欸，哇，还有大麻，那我们只好派车把这个尸体给载走了。请求法医，快！叫法医把这个尸体给载走啊！总不能一直放在这边吧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带走带走带走！生命是一种疾病，死亡率100%。他是法医啊，他的死因是被手枪击中身亡。哇塞，他们还装尸袋哎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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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酷哦！快笑死！他刚才写说死亡率100%，没办法，我就一枪给他爆头啦。因为我应该先打电话给救护车，试着抢救他一下，好不好？搞不好还救得起来。怎么进行中的毒品交易，在我的管辖范围内竟然有毒品交易，这像话吗？来了，用最快的速度过去。走了。那很多人问我说，这个警察模组中文是怎么来的哦？这个中文的警察模组呢，有一些是要付费的，有一些是免费的哦，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络上找找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前面，哎，是在哪里啊？巷口里面是不是？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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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，他已经在跑了，毒品交易。他想要开车走啊！先把你的车子给弄掉！哇塞，直接给他击毙啊！你也是，我嘞，我直接给他狙掉了。哎，他想要干嘛？哇嘞，哇塞，这边是怎样？来来，你给我趴下，给我趴下！哇塞，无法无天呐、啊！先把你靠起来啊！来来，靠一个，靠一个。然后在车上的那个是挂掉还是怎样？红点还在啊？他是不是装死？这个 ，I hope you didn't shit yourself。这个感觉好像挂掉嘞、欸！哇嘞，流血了！来来，我们先去处理别的。我们来呼叫一下增援啊，因为毕竟还有一个还在跑，至少要把那个给追到啊。刚才让另外一个嫌犯给跑掉啦，我们去巡逻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事件啊。现在我绿灯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想要闯红灯？好啦，放过他一马。我们要不要去这个停车场附近盘查一下？来来来来。那边通常也会聚集比较多人啊！哦哦哦哦，很凶哎！他们开车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？感觉公园里面有一些民众，对不对？这边可以盘查一下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弹吉他呢！
来来来来，对他进行盘查一下。等一下，有事情，有事情，临时请求增援。来来来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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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速前进。我又第一次遇到这种请求支援的这个任务啊！走了走了，先鸣个笛，然后大家靠边行啊！哇塞，好像很远呢，5公里多啊！赶过去，赶过去都来不及了吧？全速前进！好家在，开车是我最在行的事情啊！哎呦，导航不见了，自己手动新增导航比较快。让开！哎呦，他们很乖耶，所以我只要走正中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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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你的车太宽了啦！我的同伴不知道还活着没？他竟然叫支援，叫市中心的支援去北部。也太远了吧！很快3.3公里，哦，你让错边了啊！超远，下次这种支援我不要接了、啊。闪错边啊！他们有时候会闪错边呢。哎呦，我觉得我的同事已经快撑不住了，赶快！这台车不能再快吗？我应该要跟这个局长申请一台这个超跑啊，对不对？警察局就是要超跑啊。之前其实我们警察局里面是有很多的超跑，但是都一直被偷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每次新购入了一台新的超跑，然后过几天就不见了，然后目前我们还没有查出来说是谁偷走的啊。有没有观众知道是谁偷走的？哎呦，这边左转，来借过借过借过借，我先我先我先，到到到到，什么情形？先吃哦！哇塞，哦，这边弄到半血啊！哇嘞，我一来你就扫射我，太夸张了吧！直接把你铐起来啊！来，我先对他进行个搜身啊！太夸张啦，这个人直接对我开枪呢、欸，看起来一副凶神恶煞。你知道你刚才射的我这几枪很痛吗？老样子，你还想干嘛？好好好。来，我们叫押送单位把他押送回去了。Assistance required in Grapeseed。然后他这台车我们也搜查一下好了，检查一下这个载具哦，40TF1917。感觉这台车没什么问题啊。我们搜查一下载具，看一下有没有藏什么东西，有没有什么违禁品，锤子。有几部手机耶，这个人是怎样科技犯哦？然后对这个任务就让我来到这么远的北部，很好，呵呵，我还要想办法把这个车子给开回去，真是非常棒的一天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不让悠闲的下午慢慢开车回去也是蛮不错的啊。感觉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物需要盘查的啊？哎呦，这个人开车摇摇晃晃的、啊。有没有？来来来，跟他要一下这个身份证件，看一下是不是通缉犯啊？来检查一下这个人有没有问题，没有被通缉，驾照还有效、哦。来，我必须对你进行一下搜身。看一下有没有带一些什么违禁品啊？你身上感觉有一些怪怪的东西哦。哇嘞，海洛因，难怪你开车怪怪的、啊，你是不是有吸毒啊？有没有喝酒啊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先帮你做个酒测啊，酒精浓度正常。哇嘞，
哇嘞！现在什么情形？哎，不是，我在进行九测，有个农耕机。我们第二集的主题农耕机直接来撞我啊！我现在醒来，直接在医院门口啊，太扯了！这到底什么情形啊？他报仇哦，太夸张了，无政府状态啊！然后我同事也没来看我，也不派一台车给我，对不对？他是要让我怎样走路回家？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人，只要你有加入会员，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秀在影片的最后面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